上升，但係個平均越嚟越大，造成巨大阻嚇力，令到表演者唔會再肆無忌憚咁製造噪音。最後想問下有方法
最有效預防操呢？及係治療出現後最有效及時執法。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第一，未能及早預防噪音，阻嚇力不足。修例只係事後嘅補救措施，無法將噪音問題防範於未然。因此，我方倡議政府可以設立發牌制度，以專業人士審議表演者表演時會否超過噪音分貝上限，並且限制揚聲器聲控，以制換表演聲量。國會主席要有效解決噪音問題，預防勝於治療。正如有知龍等區議員余德寶所言，以發牌制度規管香港街頭表演可以解決噪音問題。就連街頭表演樂隊吳新 L 主音樂發言都表示，有必要就公園噪音設立發牌制度。可見發牌制度比修例更有效提早預防噪音問題。此外，修例後表演者為例，最多只可以罰錢同坐監，但事後無權阻止他們繼續表演。當發牌制度底下，當表演者違反限制，有權釘佢牌，無法繼續表演。想問有方，修例係咪只能事後補救，不能提早預防？第二，未能及時執法，監管力度不足。即使修例後能夠擴大警方職能層面，公園管理員必須靠市民投訴及願意出庭作證先至可以執法，所以就連沙田區區議員邱文俊都表示，執法程序繁複，加上康文署一直被大眾批評執法不力，例如申訴專員公署指出，2016年康文署聯合行動只係接觸咗46宗個案，但警務處聯合個案係康文署嘅3倍，反映警察更有效。因此，我方倡議改由現行嘅噪音管制條例管理公園噪音，加由警察直接執法，無需市民出庭作證，由警察取得康文署直接拘捕，縮短執法程序，加大執法力度。想問有方，需要並唔需要市民作證更能及時執法，警察定康文署執法更有力？總括而言，發牌制度比修例更能有效及早預防噪音，而改用噪音管制條例亦比修例更有效及時執法。因此，修例並非最有效解決公園噪音問題的方法。多謝。Thank you.
嗱，你換咗方幣就係因為我方幣方好簡單，每次有一個創意限制，你超過70分鐘嘅話，就去揾翻呢個方案點解咁差？我哋方案都可以達到標準，所以就證到。我方案最好就係點先買咧？係符合標準嘅。只要有方案產嘅達到標準，唔需要收利，點解要同標準要收利？唔使收利，我哋方案係我哋方案都可以達到標準，所以。係啊，我又講以前買係符合標準嘅，你真係為咗加個標準，唔需要收利先買。罰你啦！第一次咧，你唔聽，我可以再罰你，再罰就係用累進制，累進制咧就係
嘅問題嚟，佢話嗰件事咧執法不力，就同佢講而家咧得兩宗成功。好啦，問題就嚟啦，以前咧點解執法唔到咧？就因為個定義模糊不清，而家有清楚嘅定義啦，就咧七十分半你一過咗咧我就罰你。所以咧今日咧我見到由呢個模糊不清嘅定義變咗一個清晰嘅定義，究竟我過咗幾多就罰你嘅時候，呢、這個咧會令到以前執法不力嘅問題而家能夠清楚執法咯。好啦，有分同兩個論點，第一個論點未能及早預防，佢同你講咩？而家有發牌制度啦，頭先公你都講咗，有分同嗰啲發牌制度咧，都係佢咧覺得你會過七十分佢咧先至罰你先至罰佢哋覺得你唔會過七十分佢咧先會發牌俾你嘅，呢個係有分同決定係你自己講嘅。哇，所以咧有分同話咩？見到咧現時最多係罰錢同埋坐監，但今日我見到啲大媽出嚟，佢都係想賺錢啫嘛。但問題就係你罰咗啲錢，用累進制，一路罰越多，佢根本一賺唔到錢嘅時候，佢用點樣出嚟製造坐監咧？因為有方律師要解釋嘅。今日我見到當罰得越多錢，佢咧就個誘因咧出嚟誘因咧就越少嘅時候，所以有方律師點解仲會有坐監嘅問題出嚟？有方律師要解釋。如果唔係，今日辯題你已經成立唔貴。
咩先做錯咯？至今我覺得嚟講就係執法人都要修例同執法人講，因為超過七十分鐘就係錯啦。咁如果執法人係見到輪啊幾大碼係發生咗咩超過七十分鐘嘅時候，咁就嚟執法人嘅咧，唔同各大會上點啊方案，只有一個客觀觀正正落就能夠定係更加嚴謹嘅時候，應該有派方法咧。其實我哋用或者一方案同嗰方法係有效咧，能夠解決居民錯問題。但今日佢話即係一個即係就係話喺佢要修例之後咧。依靠聖人去絕情作證，先至能夠改入啲人。咁有可能話犯法就更加好啦。但好似今日方法好方法好簡單，你設一個採樣標準。當當前誒區民之前，如果你發出嚟想係超過個標準時候，就能夠發股票，唔需要證人作證。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根本完全唔合理。啊，第二啦，有方法咧預防少啲治療，佢講話發牌治療非常之好。嗱，所以最緊要諗諗嘅就係，一發牌就要求啲人咧，本來唔想發嘅，本來想牌照，以前有一個牌照都係收嚟。嗱，跟住就有方法咁話同我講話咧，發牌照係街頭表面以前人係好難出。但問題咧，街頭表演係先有呢個發牌制度，因為街頭表演都係專門事，佢透過唱歌、透過表演咧去賺錢。但問題居嘅性質根本完全唔同，居係嘅一家大小人咧，話去玩阿伯居自己出嚟彈唱歌、彈吉他時候，先會有方法。一定一個阿伯出嚟去居自娛去彈吉他，都要攞牌嘅時候，因為呢行咧唔合適嘅做法咧。啊，再可能要攞翻嚟居嘅做法咧，好科學嘅。嗱，作為一個比喻啊，嗱，當時死啊，喺個假新聞出現，因為有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啫嘛。喂，唔緊要，譬如咧，我以後喺社交唔係講嘢，我因為關於時事嘅事物就都攞個牌照出嚟講，再可能攞得好荒謬。但問題一直淨有方法，呢個提取嘅方法，今日公開個俾大家自娛方自娛嘅地方，竟然有方法要求呢班阿伯、啲阿嬸都攞牌照出嚟，咁樣嘅合適做法咧，嗱有方法咁樣都連同我方嘅表揚，因為我方台揾住啊方法就係咧係有咗效果，同埋咧仲有咗係同緊同健康啦，咁啊左眼方面我覺得呢個唔正咗，以前款非常之低，有方我都同意。不過公平就幫我講咧，以前2000万元咧係唔足夠，我幫我講咗大班前面係3000万手，點解方我2000万實質足唔足夠咧？咁我憑緊呢個發牌制度嚟解決問題咯。但係我方台講就係當啲低大班違反咗發牌制度之後咧，都違反咗啦。但係再搶翻手，成康文搶住點啊？發到佢都罰2000万嘅時候，點解有方我？因為人哋嘅方都建基於我方嘅方嘅基礎底下，如果我哋唔收嚟，唔將一款住嚟進制嘅話咧。康文先生上去過啲大媽，不能夠發呢個2000万嘅賠償，請問有方法得發牌就係真係成日出問題咧？各位咁啊講到最尾有方法，剛才講話咧，啊咁啊攞開方案咧，就唔能夠靠證人唔夠咗啊，我方都係講咗，其實我方方主要嚟轉帶手，因為罰則係會因應從化機會咧不斷上升，但我方全部都係講咗，因為就全部區人好似都係講話清晨嘅控告嗰一人咧，喺從化喺呢個搶資嘅案例，雖然告咗佢啦，但法庭咧都係判咗百蚊嘅時候，佢一次已經有2000万投資，點解有方法？但唔將呢個條例轉制，點樣能夠解決情況出低嘅問題咧？多謝各位。
專業人士喺度賺緊錢。咁我咧都同你自己都想講過，其實啲大媽咧都係唱歌啦，要賺錢啦，所以我哋先透過累進賽、累進制，希望可以罰佢錢。其實你哋所講嘅大媽都一樣賺緊錢㗎。既然賺錢就可以用發牌制度去監管嘅時候，咁點解淨係監管做得今日嘅公園就唔可以用發牌制度去監管呢一啲嘅呢一啲所謂嘅大媽唱歌嘅問題出現咧？呢、這個問題咧係有好多嘢就需要同我哋解釋。去到最後咧，因為我同你講第二個標準，同你講話咧可以進入咗下嚟。咁我哋講嘅就係呢個累進嘅呢個罰款嘅問題。但今日我同你講到，你都冇同你交代清楚，你嘅累進嘅罰款究竟係罰到幾多咧？係咪真係罰到嗰個大媽係足以入咗下嚟，令到出現你想最希望嘅結果出嚟，唔會再啊！出嚟唱歌咧，呢個有好多嘢都需要同你解釋，各位。可以同街道一樣都係有專業
到公園，因為有呢個條例，我收咗嚟之後咧，就可以由康文署職員咧去執法。咁啊，有康學呢個分工，有康學都係好明顯。唔係，有康識講，佢包括所有地方嘅公園都係其一啦。咁當然派警察去公園嗰度巡邏，咁樣能夠做到維護嗰啲處。頭先有康學咧，警察要經常喺啲公園度巡邏，咁咧就令到啲警察咧就冇得做其他嘢㗎啦，因為咧佢哋都要度量有冇過70分貝，跟住有康學咧咁樣對警察係最。啊！我覺得警察駐守一個地方就係冇警，警察都係駐守醫院啦。咁我哋都唔可以理解。嗱，民政事務局講出嚟，黃東華都同我講話，因為公園係康文署下屬，主要都係用來巡街嘅啫嘛。咁我唔犀利啦，唔知管住個路線，但係點樣能夠阻嚇到啲人咧？有乜問題？有乜問題？講緊以前係用，以前係一向都用緊遊樂場地規例，咁而家咪改用翻警隊嗰條例，佢同樣都包唔需要收例，點解唔能夠做到啊？咁跟住康文署話要巡，首先就係靠警察啦。唔係淨係全部都跟曬警察，因為我哋正正冇跟呢個公園坐嘅問題跟警察，其他嘅就繼續跟翻康文署咯。正正今日點解講話唔跟康文喺呢個位置上面跟康文署，係因為警察嘅執法比康文署更加有力啊嘛。所以我哋今日見到應該喺呢個方面上面警察嘅執法更加好咯，比你嘅康文署更加有力。咁我哋點樣就正最有力？咁我
見縫插針等等嘅方案，去慎重比較，絕對唔會斷言邊一個方案係最有效。甚至係迫在眉睫嘅人口老化問題，政府都會提出去輸入外勞啦、延遲退休年齡啦、增加嘅生育率等等嘅方案，謹慎判斷，一樣都唔會斷言邊一個方案先係最有效。其實同樣，公園噪音問題滋擾咗市民好多年，有冇今日都唔能夠用幾個簡單嘅準則，就去斷言修例係最有效規管公園公園噪音嘅方法？總觀全場，我哋不如睇下雙方今日用咩標準去比較佢哋嘅辯題。今日有方第一個標準咧，就覺得過往嘅方案係無效，所以咧其實修例咧就係最有效。但係睇翻先，今日有方用咩標準咩嘅方案咧？以前嘅方案咧係咩？劃分語言區同埋家庭執法。但今日咧，我方根本就唔係講緊呢兩個方案，而係講緊呢個發牌同埋呢一個訂立新例。所以今日咧，有方唔係講緊我方嘅標準嘅時候咧，所以今日有方我覺得以往方案無效，所以而家用佢修例係最有效咧，根本就唔成立。佢有第二個標準意見通，今日有方房覺得咧可以用方案全執法加埋一個70分嘅標準咧就可以好易去檢控，但係問題就係啦，其實咧呢一個去易檢控咧根本或者係要加一個標準咧，其實根本就唔代表一定要去收完位先至可以加一個標準，加一個標準可以有好多個方法，例如我方都講啦，我方係用咩標準咧？就係加完個標準之後係用一個另立新例嘅標準，另立新例嘅方法咧去解決呢一個問題。所以基本上咧，你去打個標準嘅時候咧，根本就唔代表佢係淨係可以收嚟先至有用。去到最後一個標準阻嚇性，今日有方同學講話咧，可以加大罰款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噪音嘅問題。但係有方同學講呢個禁制啦，就可以咧不停咁去加呢個罰款。但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咧，由主辯到議員甚至到自由辯論咧，根本都冇交代過你嗰個禁制係加到佢幾多錢。先至能夠去解決到呢個噪音問題。其實有方同學講過，淨係講話咧不斷去上調。你發言一次之後咧，我咪再加你錢，你加完錢，你再加埋再加你錢咯。咁到底要加到幾多錢先可以做到咧？咁甚至嘅係，原來而家問題一直在於咧，即使原本條例係罰2000蚊咧，但原來咧慣犯咧一直都係罰800蚊。即係變咗咧，有方同學進制咧，加完個錢之後咧，今罰嘅錢根本就唔係嗰個進制，有方同學定立進制嘅錢嘅時候咧。所以其實罰款都唔代表增加咗呢個阻嚇力，更何況啦，今日有方同學罰錢咧，其實裏面有分段之後咧，都可以繼續出翻嚟佢場，繼續出嚟搶，即係咧根本上咧有方同學係完全你罰咗佢之後咧，佢有收入佔用可以繼續去搶，但我方罰牌制度咧係直接去釘你嘛，相比之下咧罰牌制度咧唔使你搶咧係更加有效去解決呢個噪音問題，但其實修例咧或者可以提高犯罪嘅成本啦，我哋罰仲忽視，但我哋更加仲忽視。思考對待公園噪音問題最佳方案嘅時候，必須採取嘅競爭態度。又或者有方同學覺得修例可以引入客觀嘅標準，我哋不會忽略。但我哋更不會忽略嘅係其他可以能夠同修例共同媲美嘅可行方案。所以就是具有效規管公園噪音嘅方法，而去盡快揾出一個最有效嘅論點，還市民一個寧靜嘅家。多謝各位。今日有同學將責任推翻俾其他人嘅舉動，唔係一個合適嘅。
康文署可能有話我唔使咩參考佢呢個身體組織自然最有效嘅解決方法，而唔係將呢樣嘢去射落射俾警察、射俾其他人。跟住民怨四起，市民話一個政府無能，主要係因為政府漠視民怨之外，其他係因為上至問責官員，下至普通職員不斷射落，射完又射，不斷割席，割完又割。所以我哋而家要做嘅就係去修例，提高翻人防學今日所講嘅執法效率低嘅問題。你由康文署職員自己負翻呢樣責任，修例之後佢哋係有能力去自己客觀執法，而且將呢樣嘢係提高去趕走呢單嘅噪音表演。今日喺我哋打鼓俾佢嘅同時，同時就發生緊一場高堂團嘅行動。呢場嘅行動係由市民同埋港人去發起，繼而亦包括民建聯在位嘅唔同黨派都表示。目的就是將呢班所謂嘅表演者趕走。屯門公園近期又加啲無障礙嘅兒童遊樂場落去，俾傷殘兒童同其他人士去使用。今日都可以家長帶小朋友過去嗰度玩。但係基於表演者嘅噪音、不雅行為，令到佢哋卻步嘅時候，表演引發嘅唔再單單係噪音問題咁簡單，而係一連串嘅社會問題，剝削咗其他使用者喺公園使用遊樂設施又好，去表演又好，做佢中意嘅嘢嘅自由。當市民去就住唔同嘅社會問題發聲，表達自己權益嘅時候，政府今日做過啲乜嘢？原來純粹只係坐視不理，而係今日呢一個立完呢五惡法又唔到咧，將市民處於水深火熱嘅地步咧，原來又係政府。當政府咩需要負責任嘅時候，佢哋係永遠唔會企出嚟嘅。至於無關痛癢嘅時候，佢哋就會多此一舉。政府漠視民意，施政失效所種嘅果，就今日我哋呢一班嘅市民去承受。市民單純唔想活喺呢個噪音同暴動入邊，唔想失去公園所有嘅淨土，佢又只可以自己行出嚟去爭取。民間運動遍地開花，我程度上就係反映咗政府喺行政上閉門造車，以致市民要去用唔同嘅運動去修正社會嘅問題。遍地開花嘅背後，原來背後嘅原因就係咁悲傷。市民冇可能每個禮拜去光復，每個禮拜去抗爭，即使可以光復咗之後，抗爭之後。嗰啲噪音亦都會卷土重來。當市民希望嘅修例落法，政府今日應該做嘅係聆聽民意、負起責任。所以今日修例係勢在必行，咁樣嘅政府即係要施政有效、有擔當嘅政府。所以今日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有種上輪的比賽非常好的影響。
己嘅感覺，你採用曬喺初段其實咧，正方係好，即係正方主要就係開始去畫嗰個地方方案，表達得非常清晰，有足夠例子，亦都表達有符合個地方，我係覺得好啦，甚至喺公面嘅環節都係做得唔錯。咁但係形勢我自己認為佢要開始反方面要出嚟開始要整翻一啲之前正方出現嘅一啲。一些流動，同埋亦都有去重新翻嚟你自己嘅一啲方法。咁我認為喺反方二副開始，直至去到自由變咧，感覺形勢我自己我冇計依分啦，但我自己感覺咧就佢形勢開始係向下方。咁點解會出現咗呢一個分別呢？其實我諗就係因為我去到嗰度開始聽得出雙方方案或者你哋討論嗰個重點喺邊一度，因為開始你哋方案真係對。首先今天我想講的是我認為馬方是很大膽的，也都很欣賞的，因為馬方這麼早出來馬方我覺得是不容易，也都很負責任，因為我以前都遇到很負責任的馬方，通常都很容易的比賽，但是作為大家去真的面對或者去對大家的理解去提早發出方案是很好的，當然你們都有很多即是我聽馬方主辯去講話話你哋直接警方拉人啊，都即刻即係成日成日都好大膽嘅一個做法。咁但係警方都認罪啦，而你哋都其實喺你哋一副咧，我都見甩咗個風氣，我都改變咗好多。咁其實所以點解我話初段我認為警方形勢好啲？咁點解去到我去自由變為反方二副開始嘅咪我認為好啲咧？咁我反方二副其實我指出咗一個點係我自己都有留意，就係警方。我相信他們今天可能未必會遇到你們咁完善或者完整的方案，或者有更多啦。所以反方議會有講到，其實佢基本上要提翻過往嘅一啲例子，過往嘅一啲方法係冇用，所以佢哋有用。你哋有指出到其實呢樣嘢唔係最對嘴，因為今日其實要講最有效，大家攞個方案，大家上嚟先。咁嗰樣嘢係好好嘅。咁同埋第二樣就係、其實你哋爭取咗好多喺後場開始不停。參與點二嗰啲人其實係咩咁？其實你哋而家雙方方案點樣規管啲人咧？簡單啲嚟講就係有啲家庭有啲阿爸阿媽帶啲仔無啦啦去公園嚟唱起歌上嚟啦，咁點算咧？咁佢哋就話呢啲人係咪都要佢哋發牌咧？咁佢哋就話佢唔可以嘅喎。但係當然當你哋問翻個選民點，其實佢哋又承認公園都有人收錢。咁個重點其實係邊一個咧？因為啱開始你哋雙方其實有個標準係大家都承認。執法不足，阻嚇力不足。咁正方喺自由電其實我就有一位好醒嘅嘅遊民，佢話其實啲人拉咗坐監出翻嚟又再唱啦。其實呢個位置我覺得你哋可以去揸住佢唔放，因為佢其實佢背後講咩，即係話其實坐監都唔夠坐嚇，啲人坐監都唔驚。咁你罰佢幾千蚊、幾萬蚊算係點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你哋係應該可以繼續揸嘅，但當然你哋冇啦，佢哋都可以繼續再進制。但我認為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咁你質疑佢嘅成效，你質疑究竟對方嘅底線其實喺邊？如果大家都係討論緊執法阻嚇力嘅話，呢啲係關鍵嘅矛盾，係我認為要希望你哋去講得出嚟。即係當然我都覺得你哋自由都打得唔錯，但係我覺得如果呢啲細節上嘅嘢係可以講，因為其實你哋嘅方案比佢哋特別盡力釘埋我，直情唔俾佢做，對方不罰錢，對方係認為罰錢罰到驚為止。而且係改善咗罰則，而家罰則係太平啦，而家做到一部分，你再犯咧，罰多啲，再罰多啲。哦，唔係喎，你好激進喎，你直接釘佢埋。當然佢哋有啲問題，你都冇答啦，就係譬如屋企即係啲家庭嘅人，佢哋其實佢哋背後嘅意思係咩咧？佢係會認為你喺執行上面，或者係會影響民生上面，係好有可能成分啦。甚至喺自由面嘅時候，佢哋提出一個方案都非常之好，就係話依啲用警察嚟執行，咁全港警察。就去曬佢攞住個機咁樣去測試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唔錯。咁我見快方二副有提嘅，有收集麻煩嘅就淨係公園。點解唔係即係將來個公園都有駐場警察喺度咧？咁係啦，咁即係變咗好似醫院咁樣。咁我認為正方其實你捉到個頭，但係可以多少少去追嘅，因為我都我頭先講咧，咁我係你哋我見到反方咁做出個方案，仲要係警察執法喎，係咪？咁呢樣嘢係話我諗上去。全港係好多警察都需要，如果佢唔執法，如果唔係咁
高啲嘅，咁但係就嗰啲真係太高啦，即係離開得太犀利啦，即係嗰啲復環條例嗰啲我自己關事。咁甚至反方面亦都出嚟喺頭嗰30秒好多嘢都唔關成場比賽事。咁我認為嗰度係，但係反方面搞到嘅係我亦都叮一聲同你話講正方面嘅就係你做緊嘅新聞嘅嘢，因為其實喺成個比賽過程咧，我哋聽反方講話有一個情況就係就係你哋講話根據而家中央需要警方執法，我嘅最大疑問就係點解呢個係收費嘅？其實你係咪乜都唔使做就可以去行嘅咧？其實你哋係咪都係一個好風險嘅方法咧？咁但係一路聽上都係，但係去到最尾反方意思嚟講，其實可能我哋唔係收費，我哋定立收費嘅話，佢落發嘅一啲字眼，我哋要小心嘅。咁我就會有疑問，但係嗰位都聽我有太多嘅意見或者建議咧，佢建議整方面嘅部分問題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仲有兩方面咧，都係問，但係佢又都關事。咁整體嚟講，我最後支持我哋真係雙方喺對方講嘢嘅時候，你哋都講咗幾多嘢，咁我可以下次。定係佢收幾多就罰幾多，定係點落盡？
同埋如果係咁嘅，按照你哋 3D 嗰個方法，就係一個蛋蛋做掂，收入幾多錢啊？三四萬，三四十萬。咁你估下佢重犯幾多次先可以賺到三四十萬啫？可以罰到？唔係，我純粹數學問題，呢個真係好似數人所有。2000蚊要累進幾多次？咁你可以話俾我聽嘛？你話如果年初累進一次已經40萬，咁講真，我連行入公園講你都唔敢，係咪？呢個就係第二個操作嘅問題。第三個就係其實係個現況嘅問題，即係你哋嘅噪音個管制，如果係從個分配上或者從個罰款額上，咁有冇諗過係點樣先可以排除到呢個70蚊嘅噪音，同埋點樣先可以罰到佢錢嘅？即係點樣先捉到佢嘅？所以就係啦。其實一個正常的人，如果你要用唱歌的方式嗌到70分貝咧，你係唔可以超過3厘，我相信。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只係針對緊一個根本的問題，但大家都冇提出就係揚聲器的問題，係咪？即係如果只要你禁止咗佢帶揚聲器，然之後佢一違法你就拉或者沒收你，其實你有講沒收啊，不過5000蚊貝嘅呢個案，你沒收咗個器材，已經冇可能再發出嗰個分貝的聲量。而講咧，其實你實罰佢2000蚊唔係重點，因為咧。在2013年的時候咧，海生公園有一個聯合執法的行動，裏面那位先生就講到明，佢係想自願，不過佢始終自願唔知點解啦。佢自願親咧都會帶大型同埋高價嘅擴音器落去，3-4萬一 set 嘅。咁佢就話咧，警方即係咧，因為公園管理者咧就根據呢、一個公共衞生及市政條例啊，第109條咧就賦予咗權力咧俾康文署可以自行制定一啲唔使經過立法會審批嘅法律嘅常規嘅。我不知道如果跟我呢個算唔算修例啦，但係係可以自定常規，譬如禁止位置著苗啦，唔俾踩到馬，唔俾踩到白馬車嗰啲，就係所喺嗰條底下賦予咗康文署係有權就住每個公園制定唔同嘅常規。好啦，而其中海生公園咧就係可以自行制定常規去禁止咗呢一啲嘅揚聲器入到喺某個時間，而非嗰啲限制時間底下嘅揚聲器去限制埋嗰個平方，即係個面積嘅平方米咯。即只要你一犯咗就可以沒收你個器材，咁嗰位先生就話好慘啦，即買一套器材一落到去，唔知佢收咗個常規先俾人收咗，佢就會重新考慮以後帶唔帶揚聲器入到個公園。亦即係話其實究竟現行係咪真係要做修例先阻止到嗰個噪音嘅問題？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其實我覺得正方如果你自己去考慮嘅係，即係因為你個標準其實係想講同其他現行可能嘅措施去做比較，而家出罪呢個結論，咁你就可能要考慮真係多啲嘅可能性。包括當對方提出佢兩個嘅時候，要及早去調整，而唔係就停留喺自己預設嘅一啲方案裏面嘅討論。咁呢個係危險，但係最緊係萬反防止。好啦，咁啊到嘢，做反方啊，反方咧就最欣賞之前係嗰個最早跳入去嗰個標準上面去討論嘅，即係究竟咩叫有效，咩叫最有效，嘗試勾勒翻對方嘅有效標準，就一加一就跟住對方嘅標準去嘗試進行去攻擊同回應，好嘅。但問題咧就係、是。除了標準以外，其實本身個方案即係對方嘅修例方上有好多嘢可以去質疑，但係偏偏就可能去到好後期先有一啲蜻蜓點水式嘅大禍。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辯論員嘅心理障礙或者策略安排上面有少少失落嘅情況。但係你哋自己主線咧問題都唔少喎，包括係發牌制度使唔使去立法，或者究竟佢你所謂嘅釘個牌之後個罰款係點，或者個罰則係點？你話你要坐監都坐幾多年咧？即係佢點解你釘咗牌喎？咁釘咗牌之後再犯要坐監呢一個嘅做法，使唔使去修改現行嘅法例先？當然啦，喺你哋立場同埋今日嘅現場咧，大家冇討論修例嘅定義。修例有兩個好闊嘅，即係好闊嘅修例有兩個定義，一就係將原本有嘅法律字眼修改成另一啲法律字眼就叫修例。咁但係另一個就係政府嘗試提出，但係都冇再討論嘅就係、是，無論係新增定係廢除，只要將嗰條原本嘅法例。變咗一條新嘅，成個章節有啲嘢唔同咗，無論係新增咗定係有啲嘢冇咗，都已經叫做修改咗。咁所以一個就係修改字眼，一個就係修改成條法例。咁究竟係邊一個先算係修例嘅？呢個喺你哋嘅眼中，定立新法係唔算修例？喺你哋嘅眼當中又覺得，即係我又唔知你哋立場點樣，即係你哋認同咗對方發牌其實唔係修例。即係如果係我咁前場直接話講你發牌唔使修例嘅，如果你發牌都要修例，咁咪加埋我方案裏邊其中一個咯。咁唔算係賣平狗，咁啊淨係同嗰樣嘢差唔多啫嘛。咁呢個就係需要留意嘅地方。第二個咧就係你嗰個發牌制度，主要人士嗰樣嘢，我覺得唔使拗太耐嘅，因為我覺得你冇理由話嗰啲大媽係專人士啊嘛。即係我覺得，除非你專人士定義就收唔收錢嘅。咁但係收唔收打賞，我覺得判
最重要係咩咧？個監管係手不足嘅，話要交俾警方執法。咁即係完全就用翻現時嘅香港法例四百章啦，第五條啦，即係講緊任何人士喺任何公眾場合裏邊去有噪音滋擾就可以執法啦。你覺得警方執法力度較大嘅？咁正方就要留意啦。其實你哋嘅正確反駁咧，應該即係唔係唔夠落力嘅情況。我建議你哋嘅反駁就係睇翻黃庭朱鎔區嘅噪音問題出現嘅時候咧，3、5年有1300多宗嘅投訴，得2宗成功檢控。咁而喺街道嘅噪音問題係好難透過公園嘅管理人員處理咧，即係警方用噪音管理人員執法啦。咁所以其實個執法嘅力度咧，雖然你哋有個數字就話警方咁多年裏邊引用噪音管理條例嘅執法係嗰啲職員嘅3倍。咁但係事實上係睇翻個實際例子，係嗰啲警察連喺旺角邊個黑點裏邊嘅5年內執法成功檢控數字都只得2宗。咁你點問政府個加強執法係有效過佢個修例咧？啊，呢個就要去比較。咁當然啦，最根本嘅問題就係呢個所謂監管。咁究竟點解你哋覺得唔可以靠翻嗰啲即係保安人員或者係管理人員？因為其實處方自己都有講過，想聘請一啲好有威嚴、好克制嘅一啲前即係退休嘅警務人員去做嗰啲公園嘅執法者咁。其實我覺得加埋呢樣嘢落去，你又即係我覺得你唔需要踩得嗰個職員嗰個權力太低，因為而家實在太多法例係容許嗰啲職員喺公園範圍裏邊執法，即係好多唔同嘅條例，包括佢哋係有逮捕嘅權力嘅，佢哋係有檢控嘅權力嘅，佢哋甚至係有即係喺未收禮大家就唔可以作聲啦，但係佢哋可以驅逐嗰啲人出個公園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又唔需要完全。除咗嗰啲公園職員可以做嘅，你只係話加強執法，加強翻佢嘅訓練，叫佢哋執多啲法，再加埋如果佢哋都搞唔掂，咪先報警咯，就加強埋警方咯。咁所以最緊要都係你無論點執法都好，點收人都好，都要有執法噶嘛。咁所以執法力度先係最重要嘅。咁我呢啲講法就會完備一啲，同埋能夠換得更高。咁最後一樣嘢咧，算好長氣啦，但係就係我想講咧，我好認同嘅頭先第一位同事所講，即係喺雙方結辯裏面都嘗試俾多時，但係千萬都要忘記個初衷係要救。即係雖然你我好欣賞你個份好嘅呢個時間，但我真係會不斷咁就係問自己一個問題，基於我嘅專業性，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講完之後，你點樣講到最有效？成場之後個比較究竟喺邊度？你點樣總結呢個比較？我好想聽到，但係好遺憾就係一份咁靚嘅稿，但係放錯咗場。咁就我覺得有少浪費。針對針對住逃犯條例，我覺得最關事嘅可以講，其實究竟係有例緊要啲啊，定係啲人去守咗條例緊要啲，或者有例嗰啲定係啲執法人員去跟住嗰條去執法緊要啲？即係明明警察通例寫咗某啲嘢，咁佢死都唔做嘅，咁你覺得係繼續修改條警察通例好啲啊，定係嚴懲嗰啲唔做唔跟通例嘅人緊要啲啊？咁我呢個係反方可以。又或者好似正方咁講，如果我哋見到而家個例上面係冇辦法規管到嗰啲執法者去執法嘅，咁我哋都要透過修例嘅方式去逼嗰啲執法者執法㗎嘛。咁所以呢個又可以用。即係我覺得就算大家要用不同於公園噪音嘅例子，都依然有可以扣除嘅方式。咁希望大家再準備用美籌或者再準備同裏面行實，我哋考慮嚟緊就話，將時間交俾。我都照吹唱啦，如果有咁多錢嘅話，3、40萬，或者可能。